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！恭祝各位嘅 Ivan 嚟到者財源廣進，馬到功成。今年賺錢就比較容易嘅，因為股票方面咧係先升後跌喎。咁你春天夏天買咗之後，等到8月8日、10月8日放咗，就自然袋啲錢落袋啦。再升啊，都唔好理佢啦，唔好諗住賺到盡啦，賺咗就算啦，賺翻啲旅行錢都好啦，係咪？不過今年揸車要特別留意，尤其是屬蛇同屬豬，今年容易撞車年喎。農曆4月、10月容易撞車月，咁點算啊？原來可以全屋中間擺三盆植物化解，希望咧個個就平安大吉啦。有桃花嘅容易结婚，冇桃花容易咧一段姻缘。如果想生仔啊，今年容易大到天丁嘅，恭喜恭喜啊！